经文第三，知足天常好，我们从第一句看起来。佛赐知足天王的一切福，初心是圆满教伦。 谢他们，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为我们提示的这一位天王啊，知足天就是斗率托天斗率托天的天王啊的。 总相法门，祝福将心借身比天，下生之时普应法界，顿山华也为圆满相。嗯、这个意思讲的很清楚啊，也讲的很明白。 一切祝福要到世间来实现，首先要化现，在斗帅做无处菩萨，啊，就是后部福。 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住在斗率天的菩萨了，是弥勒菩萨。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后部。萨，《弥勒下生经》里面，世尊告诉我们，他要带五十六亿。 七千万年之后，从斗帅内院降生到人间，视线成等正觉。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斗帅天地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啊，都要记住了。 一天是我们人间的四百年，他的寿命是四千岁，啊，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寿命四千岁，那诸位就可以算得出来了，算这个数字。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不处菩萨为什么不住在其他天道呢？一定要选择在斗率陀天。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知足。 也是表法的意思啊！告诉我们，成佛一定要知足，不知足，决定不能够圆成佛道啊！知足才常乐啊！换一句话说。 佛菩萨之外，这些众生都不懂得知足，所以才造作罪业才惹上无量无边的轮回苦报。追究他的原因，都是不知足。 不知足从哪里来的？从自私自利，从无止境的欲望里头来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这些欲望不能够克制，不能够断除。 我们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缘分都没有，都被他障碍了。世尊当年在世，首先实现一个知足的样子给我们看，他的生活三一一钵。 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过的是知足常乐的生活。真正学佛的人，要学释迦牟尼佛了。菩萨学佛，学的很像。 俗师大德学佛也学的不错，我们今天干什么？是不是真的在学佛？所以我们要仔细去想想啊，我们是在学什么？是在修什么？ 所以学佛要向佛，这个是我们要认真努力的。不但是出家的。 佛弟子认真努力学，许许多多,多在家的佛弟子也学得很像啊！啊我过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是在家的佛弟子，他一生。 过着释迦牟尼佛的生活啊，衣食非常简单呐、啊。我跟他十年，十年没有看过他穿一件新衣服。以后我才晓得，他那一套中山装穿了四十多年。 啊，里面的内衣我们不知道啊，王孙之后我们才晓得，啊，这个汗衫内衣、啊、补了再补啊，这种时代了，衣服穿破了还补补丁，没听说过、啊，袜子也是补了再补的，我们看不出来、啊，现在到台中。 你看看李老师那个纪念馆，啊，他的一些遗物展示在那边，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穿衣服，不但是破了，稍微旧一点就换新了，就不要了，丢掉了。啊，人家穿破了还不补的，他不是。 没有能力穿着一点好东西，他自己本身有工作，他有三四份工作，他的收入非常可观。钱到哪里去呢？全部是做好事去了。自己住的小房子一点点大。 在台湾，很多人去过寿五平。啊，一平是四米，啊，算平方米的话，六十个平方米。啊，卧房、客厅、厨房都在里面、啊。一个人生活了一辈子，九十五岁还不需要人照顾。 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最后的两年，啊，身体差一点，才有学接受学生照顾，啊，不要人照顾好啊，证明说自己身体很健康，可以照顾自己啊。有人照顾伺候啊，身体不行了、啊。 那是在家的佛弟子啊，他三十几岁就学佛啊，他曾经告诉我，学佛没有多久，他就日中一食所以他日中一食几十年了。我到台中看到他老人家，我很受感动。 啊，在台中没有出家亲近他老人家的时候，我吃午，也就是我一天吃两餐，晚餐这一餐不吃，啊，我也有十五年了，以后出家之后再亲近他，啊，看到他那个样子很惭愧，啊，我也就把早餐断掉了。 我吃到第八个月的时候，我才告诉他。啊，我说老师，我现在也是一天吃一餐，多久了？八个月了。他身体怎么样啊？很好啊，啊，精神、体力都没有什么呃衰退。他桌子一碰，好，永远这样下去。我们生活需求少啊。 生活容易，可以不求人这是真正智慧啊！以后我离开台中到台北讲经，遇到韩馆长，韩馆长说：“不行，一天一定要吃三餐。将来你身体不好了，我们责任都担待不了啊！”所以才吃三餐。三餐呢，吃一餐的量。 啊，所以我每一餐都吃一点饭，吃一点点的，啊，所以把这个一餐呢化作三餐，做三次吃、啊，还是一次的分量，啊，现在你们这几天看到我没有到厨房吃早饭晚饭了，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又恢复一餐，现在韩馆长不管我了，真是啊。 好像多出很多时间出来了，啊，夜餐实实在,在在好，啊，身体非常清爽，啊，肠胃干净，啊，可是诸位记住，绝对不能把三顿呢或者一顿吃，那样啊，我想不到一个月你要住医院去了。 你的问题来了，绝对是正常。饮食我们知道是能量的补充啊，身体是一部机器，这个机器在运作啊需要能量。可是能量呢，有节省的，有消耗的，啊，像你们开汽车，现在开车的人多了，都知道啊。 有很耗油的车，有很节省油的车。啊，美国的车就是很耗油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能量啊，到底消耗到哪里去了？啊，我在生活当中有个体验，我曾经向李老师报告。 能量的消耗应当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消耗在妄念上。他说对，一点都不错。啊，所以心地愈清净、定功于深的人，消耗能量就少。我们在经上看到的，阿罗汉七天吃一餐。 啊，出去托钵一次，皮智服半个月出去托钵一次，啊，半个月吃一餐，啊，他那个就足够了。所以世尊当年在世僧团里面，每一天吃一餐。其实僧团里面这些人。 许许多多,多都是诸佛如来化现的啊，不是真正的阿罗汉呐。真正的阿罗汉，七天才需要补充一次能量他为什么要实现日中一时，给我们初学人做榜样？ 让我们初学人照着这个方法来学习。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天只要把妄想杂念减少，正念提起来。正念是什么？想佛、想菩萨、想佛菩萨的教诲，这是正念。 如果能够放下妄想杂念，提起正念，你一天呢一餐足够了。啊，那么有人说：“哎呦，劳心劳力，那消耗量大，假的。劳心劳力消耗消耗能量，只占百分之五，顶多到百分之十。啊，百分之九十。” 消耗在妄想上，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啊，李老师在台中，非常忙碌的人，他的工作量超过一般人五倍都不止，啊，所以一般人要想找他亲近他。 一定要一个星期之前预约，给你排时间。啊，你临时去找他，绝对找不到。啊，实在太忙碌了。那么大的工作量，一天吃一餐，精神体力超过年轻人。 啊，这是给我们做了证明啊！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心没有他心清净，我们的工作量比他少啊！你从这些地方仔细去观察、去思维，你就了解事实真相。 我一天吃一餐，还是不如他。我吃的比他多啊！啊，日中一时。印光大师说的好，最好采取面食。啊，面的营养比大米要高。 啊，所以李老师多半是自己都是面食，啊，他每一餐小馒头两个就够了，我要吃三个。当年在台中，他老人家生活费用一餐的费用台币两块钱，我要三块钱，所以这一点不如他。 没有办法跟他一样，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啊六十块钱，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用要九十块钱，啊，降到自己最低的生活标准，啊，在那个时候，美金跟台币兑换是一比四十。 啊，所以李老师的生活费用算美金一块半一个月，啊，那么我要要我还得要两块多一点的，他一块半就够了，啊、知足啊，衣食住行。 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样样知足啊！学佛也要知足我每天念一部经，学一个法门，这叫知足啊！不是啊，搞许多经论呢，许多法门，那不知足啊！可是。 佛曾经教导我们：“法门无量是愿学。”这话说的没错。可是，在学法门之前，那个条件你具不具足呢？四红誓愿是教导我们修学一个原则，一个次第。 发菩提心，你发了没有？啊，什么是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句话，要用现代的话来讲，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是众生的范围。度是什么意思呢？我无条件的，尽心尽力。 为这些众生服务啊！要发这样的心啊，无条件的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热诚服务，这就是四宏誓愿第一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啊，不分。 族类不分形象，包括所有动物啊，还包括一切鬼神在内啊，我们都要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热诚的。 这服务不求报偿啊！这才叫真正发了菩提心呢。你希望啊为一切众生服务，你要有服务的能力，要有服务的智慧啊。所以后面接着。 烦恼无尽是怨断，烦恼是智慧德行的障碍，你必须把障碍断掉，你才能恢复智慧德能啊。那么烦恼不能断，第一个因素就是不知足。 知足的人才能断烦恼啊！你还有贪嗔痴慢，你还有自私自利，你的障碍没有去掉，你的法门怎么能学？啊，所以法门无量是愿学，是烦恼断尽了。 啊，你看看菩萨，这在华严上可以看到啊。善财童子给我们做了一个修行的榜样啊，他老人家在文殊会上专精一门深入啊，啊，接受一个老师教诲。 一个法门呢？一个老师文殊菩萨，一个法门念佛法门。文殊会上没有看到文殊菩萨教善财念阿弥陀佛。 经文字面上没有啊，你要去想啊，怎么知道文殊菩萨教他念佛法门在前面？文殊普贤都法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 你想想看，老师学的这个法门，善才是老师的得意弟子啊，得意弟子一定是老师的真传呐、啊。于是我们就想到，他在文殊会上所修的法门，一定是念佛法门啊。老师念佛一门深入。 这是我们的理想、猜想，后面有证明。他修这个法门，把烦恼断尽了啊，尽是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名破一平了，然后再出去参学。 一贫无名没有断，没有资格参学啊！破一贫无名，正一分法身。老师劝他去参学，参学老师给他介绍一位善知识，德云比丘啊，在《四舍华严》里面称吉祥云比丘。 吉祥就是得的意思。啊，德云比丘为我们做证明啊！啊，德云比丘修,修的是什么？念佛方法，而且还实现念佛的方法，这是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学习。你看，参访德云，德云世现在别峰另外一个山头。这个别峰表什么呢？表特别法门。啊，门与大道啊，表这个意思啊。 这圆法是所修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波州三昧啊，他在别峰精行念佛，所以我们就了解念佛是要以精行为主，这个方法太好了，为什么呢？身体。 是个机器，需要运动啊！精行是运动啊，所以它不是躺在那里，不是坐在那里，它是在那里绕佛精行啊,啊！对，念佛堂要以精行为主，实在累了才坐下来直接，啊！直径是不得已，直径的时间要短。 啊，十五分钟、二十分钟足够了。绕佛的时间要长，啊，最好能够绕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啊，止境的时间不可以超过二十分钟。啊，这样子调节身心。我们现在的身体比不上古人，烦恼太多，吃的太多。啊，现在人吃的太好。 太好是什么呢？那个病就多了，病从口入啊！啊，贪心就起来了，天天讲求饮食，起贪嗔痴啊，造成修行上的重大障碍啊！所以人都想希望早一点成就，偏偏不能成就。 希望功夫得力，是偏偏不能得力，不晓得自己，天天在挑剔饮食，就造成不得力、功夫不成就的第一个因素。他不能把障碍去掉，所以他的需求永远达不到。 佛菩萨做成模范来给我们看啊，教我们怎么个念佛方法啊？德名比丘虽然讲了二十几种念佛的方法啊，那二十几种我们仔细一观察是什么呢？哈、哎、哟，原来诸佛如来所讲的无量无边法门，通通是念佛法门，没有一个不是念佛法门。 在华严里面，我们才真正发现，真正体会到一界一切，一切皆一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念佛法门。这万法归一呀、啊，一归何处呢？一归万法啊！你真正的体会到。 真正明白了，这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才不会呀、啊！我这个法门好，你那个法门不好，不会有这种分别执着了，啊，都是修的念佛法门，啊，只是念佛的方式不一样，啊，方法不相同，啊、其实。 都是修的一桩事情。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这种根性呢、啊，持名念佛是最为方便的。善财参访，第一个善知识，诸位要记住，第一个世间人常讲。 先入为主，第一个就是先入为主啊，跟老师所传的完全相应了，增长了信心，增长了愿心啊。到末后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普贤菩萨明白的说出来了。 十大愿望倒归记录。你们看看一个开头，一个结尾，你就晓得善财童子学的是彻始彻终啊，一句弥陀念到底呀、啊，才看出华《华严经的》的味道啊，《华严经》的旨归。 所以，隋唐大德说：“华严、啊、发华了，只是无量寿经的导引而已。”我看到这些文字，我点头，我欢喜确实如此。但是这个话我没说出来，我体会到这个意思，这个话没说出来，他们说出来。 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如果不是过来人，这个话说不出来。啊，直银是什么意思呢？譬如一部经，啊，经多分三分，直银是序分的。啊，那我们可以看看成这个。 华严经、法华经是无量寿经的续分，无量寿经是华严法华的正宗分，啊，阿弥陀经是流通分，华严包括所有一切经，那不是十方三世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论，是无量寿经的续分。 无量寿经是所说一切经的正宗分，弥陀经是所说一切经的流通分。我们这才把啊，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藏啊，这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坚定的心愿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 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你说你信，那露水道信，那个信靠不住的，愿也靠不住，所以你修行得不到结果。啊，你要有真正的信念，果就在眼前了。啊，所以知足比什么都重要。 啊，世间法里面知足常乐，人在一世当中能够过得最幸福、最美满，什么人呢？知足，最幸福的人，啊，一生过得最有意义、有价值，得大圆满的人，不一定是大富大贵不一定有财富，不一定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 像祖师大德所实现的，我们社会一般人看的是贫贱啊，他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这叫贱；贱是没有地位，贫是没有财富。但是，他过得最幸福世间有地位、有财富的大富大贵人，没有他幸福，没有他自在。 没有他快乐啊！所以，诸佛如来要示现身，这个佛身度众生啊，以佛的这种身份帮助众生，先要住斗率天啊，这是明显的告诉我们。 你要想成就、究竟圆满、幸福自在，首先要懂得知足。知足大富啊，知足是大贵。这世间人就不晓得了啊！何以说知足是大富大贵呢？ 知足的人能全心全力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是种善因呢、啊。既种善因后面必定有善果嘛。这个一定的道理吧。知足之人决定修布施。 财不识，法不识，无微不识。他样样都在做，热心在做，他舍己为人的在做啊！为什么一天吃一餐呢？把那两餐节省下来，帮助没有没有饭吃的人啊！ 所以他的果报就无比的殊胜啊！不知足的人不肯布施，吝啬啊，贪令。啊、是一切众生根本烦恼所以佛教菩萨。 断烦恼，头一个就对准这个根本烦恼。教菩萨学布施，啊，六度布施在第一个，四摄法布施也是在第一个。啊，但是知足的人能施，不知足的人不能布施。 啊，所以把知足摆在第一了。我们要细心去观察，深深体会到这个意思。啊，那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自己就晓得，从知足学起，样样知足啊。 爱惜物力啊，绝对不能浪费。多余的不是给别该缺乏的人啊！我过去跟李老师啊，李老师的学生很多啊。 我当年亲近他的时候，他告诉我，台中联社的联友啊，那个名车已经有二十万人了。这个二十万联友都是李老师的学生呐、啊，对李老师都非常恭敬的。啊，那个供养是源源不断的。 供养吃的东西，李老师分给大家啊，供养些衣服，要看李老师衣服都是旧衣服，没有新的，常常买新衣服，哎，送给他、啊，他接受过来，欢欢喜喜接受过了。那个人走了之后，他的衣服就送人了，啊，还送我好几件了。 送我一套非常好的呃料子很好那个、嗯、羊毛的内衣，我一直留在现在都没穿，常常看到它就想到想到老师啊，随手就就就,就转送了啊，我现在这个衣服很多啊。 啊！可是你们看到我穿的就几件旧衣服，新的都放在干什么呢？有需要的时候给人呐。啊，我暂时在保管了。啊，要有知足能识的心，欢喜布施的心。 破煎贪烦恼，所以不施度兼贪啊，不施不知足啊，煎贪是度不了的，那只是修六道里面的有漏福报而已，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一定要把煎贪烦恼断掉 那个布施才叫度，啊，才叫波罗蜜，否则的话呢，这个世间人修布施，不是波罗蜜，啊，不是度，啊，他兼贪烦恼没有舍弃，啊，所以布施最重要舍兼贪呐，啊，这知足的意思比什么都重要。 啊，所以自己一定要知道修复，更重要的知道惜福，一张纸都不肯浪费啊，用到不能再用了才舍弃。我们要养成这种习惯、啊、无论。 用什么东西不能糟蹋了啊！我在此地曾经跟诸位说过，啊，我有一个在家的老师，周邦道先生，是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念书，他是我的校长。以后在台湾在一起学佛，常常能够在一起聚会。这个人。 有学问啊，是民国成立之后第一个状元。民国没有状元啊，民国举办高考啊，他是高考第一名啊，就相当于前清的状元一样。 官也做的不小啊！啊，公家配给他的汽车，他公事才坐那个车，不是公事他坐公共汽车坐巴士。所以一般人的人傻傻到这个样子。他不是傻，他惜福，替国家惜福啊！我私人的事情。 不可以浪费公家一滴汽油啊！公家给他装的电话，不是公司不用那个电话。他家的儿女跟朋友交谈的时候，到外面去去打电话啊，不准用公这个公家的是，这这个电话费是公家付的，不肯浪费国家一分一厘。 去做官做到这种样，啊，他是我们学生的榜样啊！我们的学生知道有这么个校长，对校长没有不恭敬的，没有不佩服的是我们一生见到这么一个人，这个是菩萨示现的，这不是普通人呐、啊！这种人后福。 无量无边，值得人尊敬。啊，我们做学生的人要把老师的德行发扬光大，啊，所以我现在积极想在贵州，从前我念书的一个老地方，我去建一个中学。 纪念老师啊，把老师的德行宣扬光大，是、啊、我们大家学习的好榜样啊！他们怎么能做到呢？没有别的，知足二字而已啊！ 啊，最简单的生活，最清苦的生活，过得很自在呀、啊，很逍遥啊。我们如果知足，我们也能做到啊。啊，所以知足天王，你一看他得的是什么法门？啊，一切佛。 初心是圆满教人，这个圆满教人就是清凉讲的《华严》啊，《大方广华严经》是圆满教人呐、啊。啊，方东梅先生说的是《佛法概论》啊，确实，《华严》是佛教概论。啊，是学佛人首先。 要学的也不精。啊，先学概论，然后再分门别类专修里面某一个部分。一千经呢是华严的部分，某一个部分细数深入。华严是全部佛学的概论，啊，所以从这学起啊，一切佛。 这是讲十方三世，啊，尤其我们着重在三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通通都是因为知足而成就的。啊，处心事，处心事。 应化在世间啊，我们知道，化身大师都有这个能力。比如教初住菩萨就有这个能力了，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样的身份。啊，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就实现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 什么叫做佛的身份？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佛的身份就是老师的身份啊！菩萨的身份不一定是老师，菩萨可以实现男女老少过行过，各行各业。 菩萨在天上视线为天王，在人间视线为人王，视线为大臣，视线为宰官。你们在《普门品》里面看到啊，啊，《普门品》是大家常常读诵的，所以菩萨视现各个不同的身份。 但是佛呢？佛一定是老师的身份，天人师啊,啊！什么就是老师呢？我们要搞清楚啊！啊，我跟大家介绍的。 啊，这一位老师是义务的，义务就是不受报酬啊，啊，教学生不需要学生交学费的，这是义务的。我们先讲义工啊，不接受酬劳的。 他所教的内容是多元文化的，所以佛的教学不是定法了。佛没有定法可以教人，多元的啊。现在我们讲多元文化啊，他的他给自己教导是社会教育，他没有办学校。 不是专门教育社会教育，无所不报啊，是一个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一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啊，这个人我们称他做佛了。我们学佛，特别是出家了。 出家学佛，就是师老师的身份就是要搞社会教育工作所以同学们一定啊要搞清楚、搞明白，佛教是佛陀的教育，佛教决定不是宗教。 如果大家把佛教看作宗教，以宗教这个心态来学佛，那你就是宗教的佛教了。啊，佛教本来不是宗教。你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哪个地方它是宗教？啊，这个所列的这些人，这都是不同的族类。 啊，知足天跟我们前面所读的华洛天，这是两个大的不同族群。啊，这个大不同族群里面又有很多小的不同族群。啊，这个一段知足天里面给我们列了十位天王。 这个十位天王是小的不同族群啊，像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这是一个大的族群。人类里面有分作不同的族类啊，白种人、黄种人、红种人、黑种人，这不同的族族群呐、啊。这些不同族群里面又分啊，他们建立许多不同的国家。 每一个国家，它有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多元文化了啊！而这个老师什么都教啊，不是只教一样，样样都教啊，他样样都通达，一切众生。 无论什么疑难杂症，遇到他通通能解决啊！他是个好老师啊！啊，他的智慧、他的才艺、他的德能从哪里来的？自信里头流露出来。 所以，师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当作佛。这个作佛不是老师的意思，这个作佛是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德能。啊，是这么个意思。 啊，所以“做佛”这两个字要看用在哪个地方是怎么个讲法。我们现在出家了，学佛了，学做佛。这个“做佛”的意思是做师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所标榜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啊，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要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啊，如果是个不好的样子，对社会大众有不好的影响，我们决定不能想，决定不能说，决定不能做。 啊，我们今天出家学佛做佛是做这个佛所以起心动念要想到社会的安全、人民的福祉啊，对人民的幸福、社会安全有不良的这个影响。 决定不能想，不能说，不能做，这个才叫佛菩萨了。啊，在家同修要做菩萨，也要为社会大众做好样子。 在家的同修都有事业，以你的事业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啊，你一开个店，你这个店要知道，我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这个心就是菩萨心。那你开这个店。 你这个店呢，就是道场啊。如果说我开这个店是为赚钱，是为我利益一家的，你这是凡夫。你看看佛跟凡夫一念之间呐，是没有两样啊，就是用心不一样啊，啊，用心不一样啊，造业就不一样了。 菩萨念念为社会众生服务，啊，不以这个利润为目的。所以他这个开店，天天做生意，他是在富贵双修啊，他是在积功累德啊，处处利益顾客，真诚心啊，货真价实，绝对没有欺瞒的。 这是福啊，为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啊，开这个店欺骗顾客啊，提高价钱啊，让顾客欢喜，打折扣给你这个东西明明卖一块钱的十块呀、啊，我现在最便宜给你啊，打八折啊，两块钱我就卖给你，他还赚了一块、啊。 这个就不是菩萨性了，欺瞒众生，这造罪业，啊，所以菩萨跟凡夫就是那个一念之间的差别，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是什么样的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服务，都是菩萨，都能成佛。 都能够积德累功啊！积德是存好心，累功是说好话、行好事啊！我们在感应篇里给诸位细细说过这是佛出现于世。 这是用佛的身份啊，不处菩萨，事先在世间做佛啊，事先做一个义务多元文化的教育家啊，义务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我们干这个，这个事情大家都晓得，好事情。 不好干、啊、为什么呢？没有利润吧？没有利润呢，对那些天天想利润的人就发生冲突了。所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就会招来许许多多的障碍，嫉妒障碍。我这个人一生从小念书。 就被人嫉妒了，障碍不晓得有多少啊！好事多磨，多磨还是要做，不能说有障碍，啊，我们就不做了，那我们就错了、啊。他为什么障碍呢？要原谅他，他无知啊。 他迷惑颠倒啊，他要觉悟了，比我做的还认真呢、啊。啊，绝不能因为他们这个障障碍啊,啊，我们就退心，啊，就退转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那你还是为自己。 只为众生，只为社会，不为自己。什么样的障碍都可以突破。啊，谚语常说、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不在一时，尽心尽力去做，能做多少就多做,做多少。 我们的功德就圆满了嘛！啊，所以我们要能体道心，也能够体会人心。人心是迷惑的，道心是觉悟的。啊，所以种种障碍。 还是可以突破的啊！障碍多的时候，我们自势低啊，名文利阳是他们所要求的，尽量给他，我们只办事啊，名给人家，利给人家。 啊，你所要的我都供养给你，减少障难了、啊。啊，尽量学谦卑。啊，处处我们在人之下，不要学着在人之上。 啊，学诸佛，佛卑下了，卑几千倍呀！孔老夫子，千倍呀！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人家尊敬我们，我们自己要反省，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这个德行，值得人尊敬？ 越想会越惭愧，越想越不敢接受人尊敬这些大道理不能不懂啊，不能不学习啊！圆满教人。 我们把这一句话浅说，怎样能使我们教化达到圆满？这是一门学问。啊，佛教给我们四摄法，啊、以四摄法。 与广大群众接触，以六合进与广大群众相处。可是，如果要叫四学六合落实，不知足是绝对做不到的。 归根结底，还是这两个字你才能够真正踏实的去做啊，不能有一丝毫虚伪啊，虚伪的做作,作，别人看得出来，不是真的。 啊，被人拆穿了，一文不值，人家不相信你了。一定要从真诚心中做。我们参加啊道教的这个集会，啊，我写了几个字送给他，《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啊、呃，有几几个也很难得。我说《道德经》四十九章，他们那个文都能背得下来，啊，可见到他们念得很熟。啊，这个里面有两句很重要的话。啊，这老子说的，别人以善心对我，我要以善心对人。 别人以不善心对我，我还以善心对人。啊，别人信我，我也信任；别人不信我，我还是信他。这种理念，佛菩萨的理念别人用虚情假意对我。 我们要用真诚心对他，啊，别人回报我们，我们赞叹他，啊，他有长处啊，一个人都有缺点，都有优点，啊，我们不要记人家的缺点，要记人家的优点，赞叹人家优点。 啊！别人陷害我们，我们帮助他们；啊，别人回报我们，侮辱我们，是他迷惑颠倒啊，是他一时失去理性、啊、不能怪他。 我们不能用同样这种态度去报复，那就错了。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佛一再劝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所以我们遇到啊别人，诽谤、侮辱、啊陷害、障碍。 我们要看作替我们消灾、啊、替我们消业障啊。我们要生真诚感恩之心，要以报恩的态度对他啊，这个冤结就化解了。 化解之后，我们还要帮助他成无上道这是讲大忠大孝的意思，也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讲的“恒顺众生”的意思。 啊、很顺，不是顺烦恼啊，是顺佛性。如果顺烦恼，那就错了。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有良知良能，这是我们应当随顺。 所以，这个“顺”这一个一个字是大学问啊，“顺”这个字高度生活艺术，真正懂得的人不多啊。所以，孔子赞叹舜王舜认识。 顺动的啊，所以我们看到顺王随顺他的父母兄弟，高度艺术啊，高度的智慧，几年之中就让他父母兄弟觉悟。 回头是岸啊，都成圣成贤。大孝啊，去中国讲孝啊，把顺摆在第一个、啊、这二十四孝，诸位知道，后面二十三个比不上顺了啊。顺的孝是圆满的，一百分的，往后其他的那个孝啊，大概都是三四十分。 五六十分而已，唯有顺则的圆满。佛法里面讲孝道，啊，讲菩萨行，讲菩萨道是究竟圆满的，啊，所以是圆满的忠孝。圆满教人就是讲圆满的忠孝。 孝、啊、是德，是存心。我们今天讲的理念，孝是理念，忠是行为。孝、啊、是体，忠是用啊，啊对于离体。 圆满的觉悟了，出世待人接接物，你这个行才做到圆满啊！两种圆满都做到了，这是佛菩萨大圣啊！在我们中国古代，这顺是真正做到了、啊、所以尽忠尽孝。 这是圆满法了。我们要将世尊圆满的教学，要能在这个世间普遍能够推行，这是高度的智慧，也是高度的技术。 啊，佛家讲高度的技术是讲善巧方便，可是这个力量的来源就是真诚心，深深的认知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当作佛。我们全心全力照顾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开发自信，破迷开悟啊！帮助这些众生做佛、做菩萨，转凡成圣。 这是佛菩萨的使命，佛菩萨天职。我们今天发心出家，披上佛的这个袈裟，我们就要学佛，否则的话，这个衣披在身上不得了啊，这罪过啊！你怎么可以冒充啊？ 今天这个世界上仿冒查得很严重啊！啊，我们读书人喜欢书，看到人家后头版权所有，决定不敢翻印了啊！你翻印这有罪呀、啊，要受法律制裁呀、啊！我们就得披上这些仿冒佛头啊！世间法律虽然不制裁我们。 天地鬼神制裁我们，啊，这一件衣不好披。要知道啊，啊，所以真正善知识不会劝人出家，啊，印光法师一生不劝人出家，啊，他不给人剃度，啊。 李炳南老居士一生不劝人出家，啊，什么原因呢？出家这个责任太重了，啊，劝你出家，你要尽不能尽责任，那就是劝你堕阿鼻地狱、啊，他堕阿鼻地狱，劝的人有罪有过，不可以劝人学佛。 劝人受三规，劝人受五戒，顶多到五戒为止。啊，李老师劝人三规，不劝人受五戒。为什么呢？他劝你受五戒，你受了之后做不到，他有过失啊。这是明白人的知道啊，啊，不敢这样做。那受五戒是你自己发现的。 明白的人决定不敢劝，劝受三规可以。啊，劝人学佛，劝人断我修善。啊，所以真正明白人，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们的想法、看法、做法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看到了，哎呀，出家好啊，你赶快出家了，将来堕落之后的时候，嗨、哎、呀，我今天堕落都被他害的呀。 这个人，我要报复他了！我绝对不能饶过他！啊，谁知道这种厉害呢？谁知道了后果呢？明白人知道，啊，糊涂人不知道啊。这个利益要晓得，如果这一生有利，来生不利，这不是真实利益。 这一生不利啊来生有利益，后生有利益，那才叫真正的利益。我们世间人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没有看到后世，眼光太浅了，太短了，所以往往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只贪图眼前的小利，不知道后果的可畏也。 啊，所以世尊圆满教人，我们要如何去学习？如何把它做到接近圆满？这是我们现在的课题。这一句意思没尽。啊，下一次我还讲这一句。 好，今天时间到了。